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来正式开始。好，那这一边是 Gay 老师的库洛姆对上 Mora 的洛克人。哎， Mora 又用回洛克人了。Mora 最近不是在练那个啥皮克敏吗？跟皮克敏。因为他还是参加新人赛，所以的话他找了一个，就专挑了一个最那啥的角色来练。Galaxy Spring。可以，给老师这个力回还是可以的，但是还是耗不过洛克人。洛克人那个豆豆枪还是太烦了，但是他们远程普 A 打出远程也就他一个了。又是一发连着球滚，这也打得太稳了吧，这才第一把就打得这么稳，这可以吗？这靠谱吗？可以。好，又是一个出盾空前。这老师好像一直都是没法打进攻啊，摸不到。哎，又是一个出盾空前，漂亮，漂亮。又是洛克人的出盾，给老师已经击杀血线了。好，前头，哎，漂亮，一个 tech trace。哎呀呀呀呀，完了，哎，这个能看得出来 Mora 是想远，但是有点角度不太对，角度不对。哎，还是轮回，怎么说啊？还是又想出盾，但是还是拼不过，太快了。太快了，这一发前踢，不愧是贱人，贱人还是我晕了，我操！哇操，这一个前这，对，这一个前期击杀就牛逼。这是很正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前期击杀是很正常的。这一个上逼把你带下去，我也吃过不少，我日服经常吃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容易就被带下去了。摇摇摇下意识往场外拉了吧。嗯，也不是，因为他那个是 DI 不了的，他就跟着他的那个走的。哦，想压起身前头啊，这也追不了，不追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呀，这里应该上 B 的。哎呀，其实这里应该上 B 的，判断错误了这个距离，那 G 老师先拿了一分。还是洛克人打出了吗？好认真啊，也对，这才第二把就这么认真，这才是第一轮啊。可以，好，下头接空后，可以，这个 T 取消空后还是可以的。好，压制，啊，晕到了，漂亮。哎，我操，可以他那个高度就会，但其实我高水平线很多，我觉得，哎，哇，被带下去了，哎，你的力度如果不怎么足，或者是自身百分比比较低的话，那还是可以这样子，还是可以靠上臂的那个。嗯，对对对，不太对劲啊，不太对劲。好，接，哎，没有接空后。哎，这个压板而已，那肯定啊，就没跳的够高，他应该是二段跳的，最好还是二段跳，毕竟这个是肯定能允到的，就不要怕啊。
你跳到他头上拉屎就可以了。哦，没有选择装。哦，接空后，哎，熟练，这还能回，赶紧跑开。哎，这个不丢横逼，哎，不敢了，不敢出去追了，哈哈哈哈，怕了。你为什么要站在那里？找个椅子嘛，拿个椅子过来坐。哦，什么办法坐？累了。会中一拳。哎，开门。还行，接空后，哇、哦，好熟练，哇，死了！这就是。这个就是超高效级的游戏玩家吗？几季没见，怎么这么拉了？好，再来一个出盾。你选择不了的，那边好像都扎了那种啊。扎了。哦，又是一把接空后没了啊！还是 gay 老师熟练，熟练还是 gay 老师熟练。好，那恭喜 gay 老师，2-0。